麦克风。加歪。然后呢，第二就是 X 键歪的掉，然后就是 Y 这个就是符号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加的嘛，所以就是二 X 等于九，然后 X 等于二分之九。所以你用什么方法？这里写有点乱。如果你是用加减消去法，你可以写一下像谢维选那样，你跟薛选写的一样大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们两个师出同门是不是？可以对齐吗？那全部擦掉了，阿飞。我的女人。我否定了。我是大美女。啊。多阿多多阿多。二 x 等于九，然后算出来就是 x 等于二分之九，然后 y 等于二分之一。所以他要把它带回去，然后算出 y 是二分之负三。然后呢，他说要画线嘛，哎，对，要画这个图，所以这一行就是这个，这一行就是这个，把 x 带离，然后算出来 y 就等于三 ，y 带离 x 算出来就是，然后这一行 x 带离 y 就等于负。然后 y 在里面就等于六，然后它只有一组节而已，所以就是一组节。然后是这样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有，我现在是威哥，应该要站在我这边录影才对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只录到他的卡身而已？我又烦了。对，我觉得你的卡身很烦啊，为什么都不转正面？好，掌声鼓励。